热播当中，剧中除了男女主角的情感纠葛很有看点外，复现 CP 的感情也非常的引人注目。没错，今天小编就要和大家聊聊齐渊和刘英这一对了。齐渊和刘英是魔界的一对神仙眷侣，可是在机缘巧合下，齐渊的真实身份被魔尊发现。原来齐渊是灭灵族的后人，当初魔尊派人将灭灵族灭族了，可没想到还有漏网之鱼，因此魔尊便派人将齐渊囚禁起来。之后齐渊又碰巧捡回了一条命，开始帮天后做事情。而刘英在齐渊失踪之后便开始苦苦寻找他，但是一直都没有齐渊的消息。但是两人的缘分未尽，再一次在人间重逢。虽然齐渊不肯和刘英相认，但是刘英一直追寻着齐渊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齐渊终于意识到天后的虚伪，在刘英的劝说之下，迷途知返回到了刘英身边。据悉两人经历了种种磨难，终于修成了正果，而且两人还在魔界举行了婚礼。可是好景不长，齐渊由于中了天后的蛊毒，导致命不久矣。在和刘英成亲之后，齐渊魂飞魄散，两人的结局真的是太让人伤心了。对于齐渊和刘英这一对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说出你的观点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关注哦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